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感谢神俾我哋今天一同嘅相聚喺呢个地方，我哋一同嘅敬拜神。我哋需要身体心灵有一段安息安静嘅时间，呢个系神咧俾我哋嘅差唔多系命令吓。因为咧，当神咧颁布十诫嘅时候咧，佢都好清楚讲嘅话咧，你哋要守安息日。守主日，让我们今天都是在这个地方一同的朝见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灵都得到一份的平静，我们一起的将神当得的荣耀来到归过给祂，让我们好的预备好我们的心，一同的奉主的命来到去敬拜我们这位的神。圣经一路的提醒我们，他说全地都当向神欢呼，歌颂他的名，歌颂他的荣耀，用赞美的言语将他的荣耀显明。全地要敬拜你，歌颂你，要歌颂你的名。让我们一起预备好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口，来到去敬拜我们的神。让我们同他站立，我们用诗歌来到去敬拜我们的主，我们的神，进入至圣所在。圣殿的里面，我一直唱主在圣殿中。神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要切切地来到去寻求你，渴慕你，我们愿意在你的圣殿里面来到去仰望你，
我哋要见你嘅能力，我哋要见你嘅荣耀，因为你嘅慈爱比生命更加嘅美好。我哋要用嘴唇嚟到去颂赞你。喺我哋仲有生命气息嘅时候，求主你俾我哋能够知道点样用我哋嘅气息，用我哋嘅口，用我哋整个嘅人嚟到去敬拜你。我哋知道你系嗰位配得上我哋嚟到跪拜嘅神。我哋愿意呢段嘅时间遵照主你自己嘅吩咐，因为呢个系你嘅心意，就系你要我哋一同嘅嚟到去守呢一个嘅圣日。神啊，俾我哋唔单止知道呢一个系一个嘅你嘅心意，系你嘅一个嘅诫命，更加俾我哋知道，当我哋亲近你嘅时候，原来你嘅心系得到喜悦，得到满足。我哋知道我哋嚟到你嘅跟前，系我哋一个嘅福分，因为主你容让我哋可以嚟到去亲近你，就让呢段嘅时间。我哋贴近喺你自己嘅怀抱里面嘅时候，享受到你俾我哋嗰份嘅温暖，俾我哋嗰份嘅爱情，系因为你系何等嘅爱我哋，让我哋一路嘅体会你系嗰位可亲可近嘅神，但系俾我哋都知道你都系嗰位可敬可畏嘅神，俾我哋能够存一个敬畏你嘅心。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将你当得的荣耀尊贵来到归过给你。我们愿意你临近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的心，充满我们整个的会堂，让我们能够享受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也都去领受你所给我们的祝福。我们一切的来到献上我们的祷告，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在当中与我们同在。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哋一齐嚟到攻读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天日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各位请坐。好，我哋今日会一齐嘅用诗歌嚟到去歌颂我哋嘅神。我哋今日会唱呢一首，或者有啲人未曾唱过嘅诗歌吓，叫做《流通嘅管子》。流通的管子其实即是讲到神佢好想我哋嘅生命咧，成为别人嘅一个祝福啊，好似咧一条嘅水管啊，或者一支嘅竹管啊，能够咧将一啲嘅水啊一路咧引带到去其他嘅地方，可以咧系浇灌，可以系滋润好多。不同的人或者不同的地方，让我们的生命好像这条流通的管子一样，我们能够将我们的生命开放给神，让神来使用我们流通的管子。我们先来听一点点。我哋試一試唱下，總共有三次，我哋一齊唱曬呢三次嘅詩歌嚇，預備一二三。我歸到主，我讚美你，你慈愛已放俾我，情感潔淨又充滿愛，成為你恩典管子。
紅色嗰度咧係副歌，差唔多咧每一次我哋唱嘅時候咧都會唱呢一段叫副歌嚇，或者咧我想大家咧起碼咧都對副歌咧比較熟少少嚇。我哋連續唱幾次嘅副歌咁話啊，副歌咧好容易唱嘅啫，而且咧嗰裏邊嗰個意思咧係非常嘅美好嚇，讓主幫助我哋成為一個流通嘅管子，將神嘅愛、神嘅恩典能夠咧流出去。施予出去，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呢可以呢因着我们的生命呢得到祝福，好吗？我们连续唱几次的副歌，一二三，主恩我愿成为管子，请我流露主恩典，求主大能让我容忍使用我每时每天，听大家唱一次，只是副歌，一二三，大家唱得非常之好，你多次一起唱副歌，一二三，主啊，我愿成为管子，请我流露主恩典，求主大能让我勇敢使用我每时每天。让我们一起来到公读使徒信经。我信神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主耶稣基督，神独生子，由童贞女玛利亚受圣灵感孕而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架，受死埋葬，降到阴间，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神的右边，将必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门。然后我们会有长春团契的弟兄姊妹为我们献唱。
打开你点嘅早晨。今日可能你觉得奇怪，点解林牧师坐喺度唔同我哋打招呼问平安嘅咧？因为咧，我突然间咧鼻塞塞咁，系唔想俾你哋咧染到我啲或者咩嗰啲叫做咩感冒系嘛？诶，呢几个礼拜咧好忙啊，要上课，要做其他事房工作，系心里边有种有时都感觉到啊，唉，真系好惨咁样。但睇到呢班弟兄姊妹咧，降低啲好唔好？但睇到呢班弟兄姊妹啊，你睇佢哋个个啊，都唔系好似呢边啲咁年青啊，你系咪啊？系咪先？你覺得唔係啊？如果你覺得唔係，你啊人未老心已老噶啦。大兄弟姊妹，你知唔知啊？喺一個人嘅一個生命嘅過渡裏邊咧，到一個年紀啊，已經比較晚年嘅時候咧，有一個樂綿綿嘅心。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覺不覺得？你覺不覺得？如果你看我們周圍裡面呢，見到一些比較年長的長者，他心裡面呢有一種歡樂。為什麼呢？因為他們不是像這班年長的弟兄姊妹一樣，心裡面呢充滿了應要重讚神愛的詩歌。冇一個人能夠唱愛嘅詩歌，除非佢心裏邊係有愛，唱唔出嘅。冇一個人可以能夠恨，除非佢心裏邊係有恨。你話係咪先咧？大家聽住嘛。喺我依個人生裏邊咧，做基督徒都好啦。都會有困境的，邊個冇困境的呢？嚇，每一個時間裏邊咧，我哋都可能有不愉快的事情，或者令到我哋感到憂傷，或者係憂愁，或者係感覺到咧唔知點樣去處理的事情。但係當我哋有主喺我哋生命裏邊嘅時候咧，當我哋陷入困境嘅時候，我哋就好自然啊，好自然就會乜嘢啊？打針唔係啊，嚇！好似自然擔心啊，錯啦！你知唔知啊？就係因為咁嘅緣故咧，所以你哋成日都擔心。一個有主喺你生命裏邊，有主嘅愛，有主嘅信實，有主嘅慈愛，有主嘅公義嘅人生裏邊咧，你知道啊？當你一遇到有啲唔可以令到你能夠處理嘅事情，你就會乜嘢啊？禱告。當我哋喺困境裏邊嘅時候，我哋好自然啊，就去禱告。啊，當然喺禱告裏邊，有時候我哋會感覺到，啊，神應許咗我哋禱告，但有時感覺到咧，神好似求来求去都不应许我们的祷告。但是大家知道，无论你的心里面的感受是神有没有应许你的祷告都好，我们不可以否认啊，我们不可以否认在祷告的过程里面，在我们的祷告的生活的过程里面，我们一定会第一，我们会经历到神，我们会经历到神给我们的带领，我们会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教导，我们会经历到神给我们的慈爱，我们更加能够经历到神给我们的公义的真理。不止说这样，更加就会什么呢？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开始去反省，我想起我们以往，想起我们祷告的事情，
攞個講，一個人你知唔知啊？最坦白嘅時間係幾時啊？最坦白嘅時間，你估下啦。最容易將自己嘅心聲啊，將自己嘅感受啊，將自己嘅概念、思念啊，去表達出嚟嘅，完全咁嘅，好似白紙一張咁俾人即係表白出嚟嘅。你估係幾時啊？你講得都啱，不過咧，我希望你哋唔會話臨死嘅時候先咁做啦，係咪啊？大家你知唔知？其實只有兩樣嘢嘅人，唔係臨死嘅時候，係你患事聚生嘅時候，只有兩樣嘢，只有兩個情況啊！你會完全咁願意表白出嚟啊！第一。你就好似嗰個頭先呢位姊妹話，一日到黑都憂憂愁愁嗰種人咧，憂愁嗰種人咧，你估會點樣啊？就會自怨自語噶啦，同自己講啊嘛，仲自己講咧，我擔保你，你好坦白嘅，因為冇人聽到。但係另外一個情況咧，你會好坦白嘅。在那些時候你一定會很坦白地將你自己的心聲表露出來，在什麼時候呢？禱告的時候。為什麼呢？為什麼呢？因為大家你知道，我們知道神是愛我們的，神是關顧我們的，神是知道我们的心意的，神是知道我们的需要的，神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所以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会很坦诚。当然有时候我们所祷告的未必一定是应该祷告的事情，但无论是怎样，当我们有困境的时候，我们很坦诚，很愿意将我们一切交托给神。你说是不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们要很注意，不是唱歌祈祷完了就没有祈事，就是到底是唱诗也好，读圣经也好，祈祷也好，崇拜神也好，不要将你的读经、崇拜、祈祷的时间呢，只不过是一个片刻的时间。什么意思呢？你祈祷，你祈祷完了之后呢，你说诚心所愿，阿门，那个感受呢，然后应该什么？繼續在你自己的每一天的生命裏面。當你剛才讀經的時候，讀完不是已經離開了你的腦袋，也不會離開你的心裏面的那種感受。你的神的真理是一步一步地每一時每一刻都繼續帶領你。當你頌讚神的時候，不是唱詩的時候，又回到苦悶那種感受當中的生活裏面，這種喜樂的是你一生中最大的喜樂，是神給你最大的祝福，最美好的祝福，應該繼續下去在你生命裏面能夠顯出來。有個詩人，我不知道叫什麼名字，但這個詩人呢，他一生裏面有很多困苦。如果你看下詩篇六十六篇的時候呢，第一節一路咁至到第十二節啊，你可以睇到咧，哇！佢咧真係慘到有時咧，真係你自己都唔想過啊！佢有句講到話：，哎呀，我啊覺得我個頭都好似啊，俾車輪咧碌過咁，唔知話喎喺個車上嗰度仲坐滿曬啲人喺度啊，碌我個啊，碌到我咧真係啊好辛苦啊咁啊！
啊，佢話啊，我的重擔咧，我喺我膊頭度咧壓住我咧，真係氣都唞唔全啦。但係你睇到呢、這個佢呢個處境，佢呢個咁感受啊，啊！如果你係咁樣嘅處境嘅時候，你嘅祈禱會點樣祈咧？祈完禱之後，你嘅心境、你嘅心態會點樣咧？你祈禱嘅事情，神有冇應許你咧？嗱，呢個就係呢個詩人啊，喺六十六篇第十六節開首講俾我哋聽。啊，我睇完之後咧，我感到真係俾我個人生嘅好大嘅反照，亦都反省啊！你睇下你點講啊？當佢有呢個經歷嘅經歷神俾佢喺生命中嘅過程嘅時候咧，佢突然間話一句啊，佢話：，聽清楚，佢話。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哇！大家都知嘛？我哋大家一齐读呢句好唔好啊？睇你哋感受系点？一齐读。凡敬畏神的人，你们都来听，我要这述说也他为我。所行的事，最后一次，你听下。第一，你哋系咪敬畏神嘅人啊？咁即系你哋大家听大家啦，系嘛？敬畏神嘅人，你们都嚟听啊嘛。如果你个个读嘅时候，即系你哋个个都系敬畏神噶啦，系咪？系咪啊？咁敬畏神人啊，你们都来听，我要述说他神为我所行的事。大家姊妹，这个就是你们一生中最应该做的事情了。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你们那些敬畏神的人啊，在那里唱一首圣诗叫做什么啊？叫做什么啊？啊！我話俾你聽啊，你唱完唔可以忘記嘅，你忘記就唔得噶啦。你忘記咧，你嗰種歡樂就唔見咗，你嗰種靠依靠神嘅心咧，亦都會淡嗱，佢都會淡落嚟噶啦。啊！你個信心咧就唔會更堅固噶啦。頭先唱一首咩歌啊？啊！我知啊，樂融融，你梗係啦，你好嘢，樂綿綿啊！你啲人係你唱啊嘛，但係頭先我哋大家一齊唱嘅咧，嗰首叫咩名啊？嚇？流通管子喎，你啲係咪嗰個管子啊？係咪先？係咪啊？一個做管子嘅人應該係點樣噶？嚇？一個做嘅，我願做呢個管子，咁啊點啊？咁啊點啊？啊！死啦咁公啊！呢、這個老蚊公都記得，你哋記唔得？有冇搞錯啊？真係啊！都算你叻，都可以講出，但唱唔出啊！流露乜嘢啊？主嘅恩典啊！嗱、啊，呢、這個係你哋最好嘅機會，亦都係你哋好似同你唱嘅時候一樣。可以做主的美好的见证。你们不是刚刚读完吗？你们不是刚刚自己讲完吗？怎么说法？凡敬畏神的人，怎么样？都来听，是吗？你们都来听，然后什么啊？啊？我要述说他为我所行的事，啊！你啱啱讲完喎，好啊！你真系好嘅，有冇有话要说啊？有冇你有冇睇过电台嗰个有话要说啊？唔系嗰个叫咩啊？今晚有话要说系咪啊？你哋今早有冇有话要说啊？你哋有冇啊？有冇？你哋啱先讲完嘅喎，要实说咩啊？神为我所
亨的作为嘛。弟兄姊妹，今日就饶过你哋，但系咧，唔好忘记啊！你每时每刻咧，当你系一个敬畏嘅神嘅人咧，你一定要诉说主恩，流露主恩啊！啱唔啱啊？记住啦，唔好忘记啊 ！OK， 啊，咁佢继续落去，佢话咩啊？快啲听住啦！在这个过祷告的过程里面，我受过很多很多经历神的事情，我每天都能够可以反省到我以前是这样，是怎样的人啊，我祷告的时候是怎样祷告法啊，被我看到就是有时候我祷告神听，有时候我祷告神听的，他跟我们说这个诗人呢，你又点讲？佢话我曾用口祷告他，求告他，我的舌头也称他为高，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哇！这个诗人呢，佢真系为我哋好，又俾你听，佢爱我哋啊！佢愿意将佢哋一生嘅经历嘅经历神嘅经历啦，唔止话成功的经历，也是他失败的经历，都向我们述说出来，好比我们有得着，有反省，有反应，有作为，愿意做神美好的见证。你可以怎么说？其实我们好像他一样的，我们得到神给我们应许的时候，我们 很容易做见证，说到就是神啊，怎样爱我们啊，怎样啊帮助我们啊，解决我们的困苦啊，怎样可能令到我们现在有个幸福的人生啊，家里面有喜乐的啊，侍奉里面有效力的啊，见到很多人呢都看到我缘故愿意信主啊，哇啊，我们都是这么说。但是呢也有很多人呢跟你说的时候呢，啊、我有祈祷啊，我感谢神。讲呢句咧，佢冇得讲嘅。点解咧？因为佢心里边咧，未必有真正嘅蒙福同埋得着。点解咧？这个诗人啊，继续落去咁讲，佢话：我虽然啊，呢、这个曾字呢个字咧，你要留心啊。我曾即系我已经有过咁样做过嚟嘅。跟住话喎。我的舌头啊，也即系咧，我已经做，已经做到尽噶啦。我想要做嘅，我都做过嚟啦吓。但系神咧冇应许我啊。点解你知唔知啊？我想同你分享咧，就好俾你哋知道啊。唉，祷告冇效力咧，不在于神，系在于咩啊？人，你系点讲？他说我若心里注重罪孽，主必不听啊！这两个字也很重要啊，心里注重啊，然后咩啊？主必不听。原来咧，大家你知唔？我哋都知道喺彼得前书嗰度讲嘅话啊，第一章啊，神是圣洁的，我哋应该咩啊？有一个圣洁嘅生命啊！当我哋祷告，虽然系我哋求告，虽然我哋称神为大，赞颂赞神，表明我哋愿意仰望我哋主耶稣基督，但系我哋行为呢都一样，口不对心，言行不一致嘅时候呢，我哋所祈祷嘅神话，我必不听，即意思话咧，当我哋嘅心里边唔系真系荣耀神、爱神、跟随神、听从神嘅时候咧，我哋嘅生命啊系好肤浅嘅，系喺地上嘅，我哋冇神以我哋亲密嘅生命、亲密嘅关系。
因为咁嘅时候咧，神必不听我哋嘅祷告。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唔好注重啊！呢个注重就系咩咧？好简单嘅啫。你注重乜嘢咧？你就要留下乜嘢噶啦。所以主耶稣话咩啊？你们不可侍奉两个咩啊？亦都唔可以侍奉神，又侍奉乜嘢啊？唔系马拿，马门，马门即系代表乜嘢啊？世界上一切嘅宝贵嘅事啊，两者之间你要做一个选择。你要呢、这个，你就唔可以攞呢、这个。但系好多人咧，佢心里仲赞神，心里表明佢系主耶稣基督为主，佢心里边咧，但冇呢个实在啊。好似中广东人咧讲一句话，我细个时候成日都听过。你啊，你呢個人啊，你掛羊頭賣狗肉啫嘛？點解啊？咩意思啊？嚇？咩意思啊？有冇人可以講俾我哋聽咩意思啊？嚇？嚇？係假嘅咯。假嘅咯，咪氹人嘅係咪？啊啊！好感謝神啊！我成日為你禱告。其實你有冇禱告？你有冇為佢禱告？你佢都唔知道，你自己都或者都唔知嚇。讚美神，唱詩歌，去主日學啊嚇，常常翻嚟教會啊，甚至探訪啊。大家弟兄姊妹，唔係你所做嘅一切，而係你自己嘅生命裏邊嘅一切。你冇同神有一個密切的關係，心心相連呢，這個你們自己要反省，要問。我們不要做一個有名無實的基督徒，在這樣的時候呢，神必不聽。啊，跟著他下面說了，我覺得很好喎。他說，嘿，不過呢，你們不要走著，我不是那么差。他怎么说？他说一起读好不好？但神实在听见了，他则已听了我祷告的声音。哇，大家都知道，你们中文比我好啊。啊，这些助动词啊，这些这样的词语呢，你们呢识过我很多。最多人到呢，你们不是这多数不是这里大的。我就在这里大。我啊，我跟學翻嚟嘅，但俾我睇到呢個咧，這個彈呢個字啊，哇，好厲害啊！大家你知唔知？佢呢度啊，我撐啊，我也，但係無效啊！但乜嘢啊？神實在聽見了，十八節嗰度話咩啊？主必不聽喎，點解啊？因为我将有罪的不喜神比喻的担神不喜悦我做的担子不肯放下来。但是十九节的话，但神实在听见了，他侧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听不听到他生命里面，生命里面有个转变啊？听不听到啊？啊，大家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生命是怎样的，我知道你的名字，我已经很感谢神了。我知道有几个名字，告诉你，如果你考我，我担保我fail，担保肥佬。为什么呢？因为我记忆力很差的，对人的名字不是大一点。他这里告诉你，他醒悟，他有一个觉悟的生命啊！佢知道以前系做过乜嘢，点解神听佢祷告？但神实在听见了，大家你知唔知？
你有冇啊？佢啊，我保证佢系有一个已经悔改了的生命，已经在神的角度里面跟随神，愿意啊爱神信服神。所以呢，神实在听见了，他切耳听了我祷告的声音。大家弟兄姊妹，我们不要忘记，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祂不会当一个是有罪而是无罪的，有罪有罪，无罪就无罪，有罪我就不听，无罪的时候呢，祂就愿意接纳你。大家记不记得约翰一书？你要跟你老人家学嘢啦，我年纪咁大啊，我都记得到。如果你哋记唔到咧，你哋真系要报我孝亲。希望你哋将来咧青出于蓝胜于蓝。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点讲啊？我们若认自己的罪，我佩服你。你呢真是言行一致，刚才岩幕那里写着，岩幕写着他说要什么，要打开圣经，他真的打开了。你们有没有打开圣经？当然没有，你没有圣经在手上，带圣经回来这样可以打开，不要求岩幕。你知不知道随时都没有电的。人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又呢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你们有个悔改的生命吗？你们是或者是有个这个诗人以往的人生，但你们今天也都没有，也都有没有这个诗人今天的人生呢？他改变了，他回头了，我们愿意回头吗？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你的最后怎样跟我们分享他在神里面的经历的过程？他说，啊，一直读好不好？我们约说，不是这里，麻烦你走回去我们的经文读好不好？多谢你。是，如果你有圣经再打开了，放在手指在这里，好像我这样就回来了。没有呢，你就要靠电的了。出来一起读好不好？神是应当称重的，大声点，神当称重的，他并没有推却我的祷告，也没有叫他的慈爱离开我。哎，当一个接近神的人呢，真会感受到神的慈爱呢，真是永远长存。你们记不记得在诗篇二十三篇，他怎么说？哇，这个诗人的心里面呢，那种感受是多浓厚啊！我们真的要拥有的。他说什么？我一生一世必有什么？因为慈爱随着我。跟着怎么？哇，好厉害，你这么快打出来的。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啊！ OK， 大家明白？你哋有冇咁愿意嘅心呢？嗱，我唔想用呢个字啊，因为其实咧呢个字咧其实好得罪人嘅。不过咧，其实谂下咧，有我哋有啲理由嘅喎。唔属神就属邪噶啦，系咪？你系咪先？一个人啊，就算系做基督徒都好啦。
神嘅言语都好啦，有时你嘅心态啊，去向旧噶。保罗教导我哋话咩啊？旧事过，一切都变成咩啊？新了。但系好多时候咧，我哋系唔系都仲要走翻去旧嗰度，拿翻一扎先走，系咪啊？你系咪先啊？咁嘅时候，我哋点可以呢？且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呢？唔可以嘅，大兄弟姊妹。咁我哋今日有两日喺思想一下，啊，究竟神俾我教导系点呢？呢度咧，啊，我真系要反省啊！大兄弟姊妹，唔系侍奉可以俾你同神有一个亲密嘅关系，而系你嘅心啊，有冇向神？你自己嘅生命，你自己嘅生活呢，有冇跟随神？唔系你做嘅，而系你自己嘅生命嘅实在。唯有咁嘅时候啊，你先可以感受到神系永远同你同在。好似呢度话，永不离开你，神的慈爱永不离开我哋嘅。啊，时间唔系好多，啊，好多想好多事想同你分享，冇乜时间。我就讲个故仔俾你听，真实嘅。呢个系我哋同工里边一个大兄，佢近时咧，佢餐馆咧赚到懵，当然咧又偷又。偷税啊，乜都嚟啦，總之啦。但係咧，生命裏邊一塌糊塗啊！雖然信得住，但係咧，生命裏邊冇喜樂，真係生命裏邊咧，真係好枯燥啊！差唔多即係家散，雖然冇人亡，但有一日啊，有好年長嘅姊妹，咁喺佢去到佢面前。拉住佢啊！佢衫，你仲唔醒悟啊？你死定噶啦！你快啲翻去神嗰度啊！啊，呢、這个老人家，佢一生嘅见证咧，打动呢个童工嘅心。佢而家，佢同我老婆咧。唔止話兩個嘅關係重建啊！子女我睇到佢哋咧，心裏邊有一個安穩、平靜、有喜樂、有自信，唔感到自卑，亦都唔感到悲傷。睇住佢哋嘅侍奉咧，我好感恩，好感謝神，有咁嘅同工。但係你知唔？我哋要反省，更加我哋要醒悟，让我哋每个人嘅人生里边，每日嘅生活里边，都能够成为我哋主、我哋神嘅流通嘅管主、流通嘅管子，好俾我哋能够啊流露出。主的恩典和慈爱，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感恩你的慈爱，你的信实，你的公义，永远永远都不会变的。你现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永远都不会离开我们，你俾我哋不断嘅保守，不断嘅带领，不断嘅教导，不断嘅劝勉。但求主你都帮助我哋有愿意嘅心，亦都有从你俾我哋嘅力量，好俾我哋无论我哋生活上
我哋信心上，我哋嘅灵命上，我哋一切一切嘅生命里边，都愿意跟随你，永远不会离开你。我哋咁样祷告，系奉赖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我们多谢主，让我们藉着神的仆人林牧师的口，将他的信息来到跟我们一起分享，提醒我们，鼓励我们，让我们好的将神的话语都深藏在我们心里面，免得我们得罪神。现在我们有奉献继续我们的敬拜，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的金钱，神所要的是我们甘心乐意摆上的心。如果你是未明白奉献的，请你不需要参与，恭敬将这个奉献袋传给隔壁就可以。我们在奉献的时间里面，我们一起唱这首很简单的诗歌，奇异恩典，神的恩典 是我们可以去享受的恩典，奇异恩典。多谢你的心恩，因为你是那位欢喜施恩怜悯赐予的神，我们都在你面前蒙过你的福，得过你的恩，我们心中是欢喜快乐感恩，因为我们知道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的，是你将你的爱你的恩来到赐下给我们，我们多谢你在我们生命里面一切的赐予，让我们一切可以去享受，多谢你俾我哋有机会嚟到表达我哋对你嗰份感恩嘅心，求主你祝福我哋所献上点点嘅金钱，让呢啲嘅金钱喺你嘅祝福使用嘅里边，系成为咗更多人生命嘅恩惠。我哋多谢你，求你接纳我哋所献上嘅，我哋诚心嘅祷告，谢恩奉主嘅名求，阿门。各位请坐。在代表教会来欢迎每一位参加主崇拜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个礼拜回到神的家，神的殿，是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恩惠，让我们一起的常常都很懂得去享受和去领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更加可以真的好像刚才所说的，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将我们所得的可以跟我们四周围的人来分享。不知道今天有没有新来的朋友在我当中，好啊，咁似乎冇啦吓。好，秩序表嗰度咧都系写得好清楚，一啲嘅报告吓。今日咧我哋会有爱宴吓，咁我哋
一陣間12:30咧，喺羅馬飯堂我哋有外宴，我哋好多謝咧，好多即係弟兄姊妹咧背後各方面嘅預備嚇，咁我哋一齊享受呢個嘅外宴。11:30咧，我哋亦都有呢個福音嘅見證嘅影片嚟到分享，我哋歡迎大家嚟到留低嚇。下個禮拜我哋會有事工小組開會嚇，咁咧請事工小組嘅成員咧係留心嚇。咁下個禮拜4:30，我哋會喺教會呢度嚇，因為咧我哋每個禮拜咧而家都係會即係有呢個話劇嘅呢個練習排演因為咧我哋3月1日咧，我哋就會有一個春宴嘅話劇有春宴啦嚇，即係話咧，我哋會有一個嘅晚餐咧，係為大家預備。咁咧，然後咧，我哋會有一套嘅話劇所以咧，我希望大家咧都即係已經預備嘅嚇，因為我哋呢個春宴咧，我哋將會有兩場嘅一場咧係晏晝4:004:00就會喺呢個地方會有話劇，然後跟住咧6:00咧，我哋會有喺飯堂咧會有呢個嘅晚宴。然後咧晚場嗰場咧就係咧6:00晚宴，然後跟住咧8:00咧會有話劇。請大家都為呢個話劇組嘅排演各方面嘅預備咧嚟到祈禱嚇。咁每個禮拜弟兄姊妹咧都真係付出咗好多時間精神咧嚟到去為大家預備呢一個嘅話劇。今年嘅話劇咧，我哋呢個嘅主題咧叫做紅溝嚇，即係咧紅溝，你知道咩意思啦嚇？好多嘢咧阻隔咗嚇，人與人之間嘅阻隔關係啊等等嚇我哋亦都會同神咧有好多嘅隔膜喺裏邊所以咧我哋都藉住呢套話劇咧，希望我哋藉住話劇嘅信息咧，可以帶出咧點樣樣可以建立翻。大家彼此之間嗰種嘅關係嚇，咁呢個咧係非常嘅緊要嚇。都睇到咧，即係呢個世代咧係一個好疏離嘅世代，人與人之間好，人與神之間咧好多嘅疏離，讓呢套嘅話劇咧可以帶俾我哋一個寶貴嘅信息啊。咁咧就遲一啲咧，我哋會有呢個餐券可以大家可以購買嚇。咁咧一張一個個人咧嚇，我哋冇咁，我哋係冇呢個嘅小童飛嘅嚇，咁咪咧我哋都係鼓勵大家咧喺即係一齊嚟到參加嘅時候咧，我哋可以有一個更加美好嘅一個環境嚟到聽呢個話睇呢個話劇嚇。咁咧如果係成人咧就15元，如果你係訂一張台10人嘅咧，咁我哋又會有8折咁希望大家咧都可以自行嘅嚟到去組合如果你我哋呢班人咧，我哋一齊想坐啦咁遲一啲我哋都會有呢個報名表咧，大家可以填寫咗之後咧，可以交俾司事，然後咧去換取呢一個嘅餐券咁有個 deadline 嘅咁2月10日之前咧就係即係大家即係會有個8折即係如果你一圍台咁樣係一個8折10日之後咧就要即係升價嚇。咁主要唔係錢嘅問題，係希望大家早啲預備早啲訂咧，等我哋知道人數咧，容易去預備我哋嘅晚餐嚇。請大家咧喺當中咧為我哋呢一個嘅春宴話劇嚟到祈禱然後咧，我哋喺3月5日到15日咧，我哋會有一個福音船河嘅，咁咧就已經有報咗名啦。但咧請大家都盡快報名，因為咧嗰啲價錢咧開始升緊啦，少少升緊咁請大家咧即係報名。如果你想知道詳情咧，可以同師母咧嚟到聯一聯絡咁就喺3萬字出發，我哋將會去墨西哥咁就好方便。如果你係以前可能去過墨西哥都好啦今次我哋個行程咧係唔同嘅咁所以咧我哋都有啲新嘅景點所以咧如果你有興趣咧，可以同師母嚟到聯絡好，我哋一同嘅站立，我哋一齊上讚美詩。讚美天父。Oh
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常与众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来到之后，欢迎大家来到马饭堂，我们有先做的茶点为大家预备，让大家彼此的问安，愿神祝福大家。